星没出道多年，在多项领域都有杰出的表现，经常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的他，近日就分享多张自己做运动的照片，并笑说昨晚喝太爽，现在上课头还昏的。更和蓝妈幽默喊话，表示别担心哦，我是乖学生，我不是只会喝酒。只见照片中可以看到蓝心湄穿着无袖上衣，搭配贴身的运动短裤，正在家里努力运动。贴身的衣服剪裁让她的完美曲线展露无遗，逆天的大长腿让网友全都惊呆，到底是怎么保养的？完全看不出来已经57岁。贴身短裤实在太吸睛，连好友林心如看了也忍不住问这是什么裤子。对此，蓝心湄则亲自解答是运动裤，通常是打排球穿的。